虽然画面冇乜嘢，但经过我神之一手，只揿落去就系彩色。再问，继续翻嚟游戏王 Cross Steel， 我总共咧拆咗三日嘅手抽咧，我先真正开局嘅。咁俾大家睇下我而家嘅情况啦。手抽三十抽必送 SSR 券，再后加草石嘅三十抽，我总共有五中嘅 UR 卡。咁而呢一张淘气先生咧系特一嘅，咁而魔陷嘅部分咧我系冇中咩特别嘅 SR 卡嘅。咁我嘅小怪亦都唔系好齐嘅关系啦，咁所以嚟抽一抽。咁最后咧仲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咧，我玩咗几日对于 UR 卡嘅一啲新睇法。咁你先嚟抽必送 UR 咧1200石，系嘛？看看送一张定送两张嘅啫，其实，我最好就突破嘅，其实突破咧系有啲优势嘅。诶，呢度冇嘢，好，后面五张先系关键。哇，真系一张，哇，防火龙啊，顶，防火龙唔要啊，防火长龙咧，由于好难召唤到出嚟啊，佢系一个拎四嘅怪，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应该都做肥料嘅。服咗个必送 UR 抽好惨，咁然之后我哋呢度嘅石咧啱啱好可以做到70抽嘅，咁就点都会补第一张嘅 UR 卡，咁70抽先中你系点都蚀噶啦，只要每次10抽我哋都中到嘢就 OK 噶啦，要求唔系好高。第一次，诶，几多彩色出现嘅，咁即系我哋揿嘅几率咧都会高啲。好，有 SR 算系咁。系咩嚟嘅先？呢一张就还好啊，因为始终佢系要祭品先召唤到，然之后有两张，我顶啊，又系废嘅。哇，呢个我又有咯，有重复，呢一张又系废废地嘅，真系唔废我唔中嘅。嗱，除非咧迟啲出一张强欲之狐，咁呢一张就可能有用。如果唔系咧，而家冇咩特别嘅魔法卡。第二十抽。诶，好似 OK， 冇咩再出现嘅啦，就系而家啦！我顶一歪咗啊！顶二十抽冇 UR 啦，又系幻咒，唔会保底啩？混沌士兵，咁虽然幻咒咧系执治愈牌嘅怪，但系我自己又麻麻地一啲回复 dead 啊！混沌士兵中规中矩啦，呢个头真系起得差 ，UR 必中嗰个中啲垃圾，诶，必中 UR 啦，仲几张呢？喂，两张好啊，好啊，十分好。咁黑魔道士咧，我玩玩下，其实觉得佢几难用嘅，因为佢魔法卡咧暂时唔强嘅，冇咩好用嘅魔法卡。第二张新雨盒 ，OK， 新雨盒咧其实都系一个我玩咗几日之后咧，对佢有啲改观嘅卡。哇，仲有一张 SR 送，正。我魔术师 OK 嘅，呢个可以留住先。咁黑魔道士我可能会想攞佢做材料嘅。咁佢下面呢个保底 UR 卡呢，其实如果你中过佢会重置嘅，其实都有啲服。我呢个 account 呢，我觉得係几欧下嘅，通常十抽都会中嘢，好少话係连 SR 都唔中。嗱，我一撳落去呢就有 UR 卡，你睇有眼，我呢个 account 真係劲，真係犀利，係抽唔抽到好嘢咁解，有抽到嘢㗎啦。但未必系好嘢哦，一张 SR 一张 UR 可以接受。恶魔召唤冇咩太特别嘅地方啦。炼击龙，炼击龙咧我就好少遇到嘅，但系我觉得佢如果砌得好嘅话咧，佢嗰个嘅进攻能力咧系可以研究下嘅。OK OK， 起码有中嘢，已经唔记得咗几十抽啦。一中嘢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噶啦。啊，乜啫？哎，冇啦。今次就咩都冇 ，OK， 但係有呢、這个血战士啊，好，最后廿抽，中多两张 UR， 好，今次咩都冇啦，哇，二十抽冇嘢，最后十抽，呢、這个时候我哋应该要响起归家的信号。各位观众，究竟我最后十抽，可唔可以抽到 UR 卡？伊巴达，好少话系连 SR 都唔中。仲要一张新嘢都冇，横掂360石留喺度都系冇用噶啦，抽埋佢啦！三抽出奇迹，我仲有无上石十抽。虽然画面冇乜嘢，但经过我神之一手，一揿落去就系彩色嘅隔离。Hello, darkness, my old friend. 我呢个 account 真系劲。
结果嚟讲都算系咁，但系咧唔系真系话帮我增加实力好多啦，叫做我嘅卡片种类多咗。暂时对我嚟讲有用啲嘅应该系新愈合。咁而家咧同大家嚟重点讲下几张初期比较犀利啲嘅卡。咁其中一张咧就系新愈合啦，因为佢嗰个被动技咧咪话写破坏时咧可以返回手牌，并获得一个降低代价嘅。咁呢个降低代价嘅技能就可以令到佢消耗少一个素材，咁即系咧本身用两个素材可以高级召唤嘅。咁但系而家咧只需要一个素材就可以进行升级召唤。咁但系咧佢会减1000嘅攻防。咁后尾发现咧，原来呢个代价咧，我哋系可以唔使用，用翻两个嘅祭品咧去召唤出嚟，佢就唔会减攻防，所以佢可以不断死完翻手牌循环再用嘅一张卡嚟嘅。咁然之后七王到魔术师啦，咁啊就咁睇，我以为佢四次系极限啦，但系原来唔系嘅。如果你掉咗十只有发明嘅怪嘅话咧，咁呢张嘅七星道魔术师咧，佢嘅攻击力咧就直接会帮你加4000点嘅。咁然之后最后一张比较特别嘅就系希望王啊。咁就係殺完怪之后呢获得两个攻击减弱嘅 buff， 咁就令到你下次嘅战斗降低人哋600攻击力。如果你再次打人的话呢，佢会再多两个嘅攻击减弱 buff 俾你。因为当初就咁睇呢，係冇諗过佢係可以重复叠加嘅。咁重复叠加嘅话呢，个玩法又完全唔同晒啦。咁以上就係一啲实战完之后我一啲睇法改变咗嘅 UR 卡啦。咁下次睇下咩新活动或者新嘢抽呢，再同大家嚟拍片啦。咁大家鍾意记得返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睇，仲未加上门下地址朋友可以揿个订阅频道，咁咪 long 接收直播同埋出片通知。我哋下集再见。 Super